アルトリア軍員の委員長エウドラよ、イカズチと戯れる勇気はあるかしら。很多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喂猫吃猫吧，因为你想说你在外面工作一整天，拍整了一整天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一件事情哦，就是让猫晚上不睡觉的原因之一。在这堂课当中，我会有系统化带大家去了解猫的喜怒哀乐、猫的肢体语言、猫对于环境的需求、猫对于我们今天小组上遇到问题，还有猫跟猫之间产生的问题。再来，我会跟大家分享。守ることが王の義務。私はそれを最後までやり遂げる。